那是我们的图书馆。木木先不要动，我带你。带你去看那个。木这里。看地图。我要看。凯明，嗯、啊，照镜子啊，我是说。你那个啊，洗手台旁边不是有那个很可爱的小恐龙吗？木这里，这里有一个地下，但是它就是一个单行道，但它可以走很深，就这边这边还可以再走，然后那边左右是可以让你知道一下，因为有时候可能哎、欸，你看玩家躲那里不晓得在哪，就可以知道了。哎呦，嗯，前面演忍者，哎，我是好的。巧克力是狼人，阿巧是狼人，我查到了，阿巧是狼人。哎，你怎么跟我抢一样的？跟你们可以说差同一个，你们幸运好。我还想留你一面。哎呀，哎呀，赖罪赖罪。哎、欸，哇！安全。OK， 哈吉，你完蛋了！哇塞！外面好混乱，我带一带都。我会盯着你一辈子的哈吉。我预言家我很重要哎，留下我。没有，我预言家现在跟个车子一样哦，我们要回家。他说你生日，是生什么生？为什么我连我都受影响？影响啊！我生日这么好。啊不，救命！这生日快乐心情有点悲伤。完蛋了啦！蛋了啦！还第二天是可以跳过的，第三天才不能跳。球在哪里？啊，球在哪？我刚刚吃西瓜。我也觉得我躲过去啊，为什么他又躲过去了？你露在这嘴巴、哦，不要不要突然喷出来，很恐怖。哇塞，它有味道是不是，有味道。杰克，你是不是也是屎？我不是，兔子本来就会吃屎，你才不懂兔子。兔子吃屎很重要，杰克是狼，是一种营养。狗吃屎才是不行的，怎么会？你还骗我？查到了，我没有骗啊。幽灵呀呀，你骗我啊！巧克力溜冰啦，巧克力！有你个鬼啦！死人闭嘴啊！我靠，空中击杀！空中击杀！我已经过两次生日了，谢谢你。很快乐了，很快乐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哇，好恐怖！天哪！不要，不要回头！不要回头！不要回头！我回头，我回头，我回头！第三天、啊、要跳人才可以跳过咯。好，他下去了，他在大地啊，不是你啊，干嘛那么笑，这画面超好笑，蹲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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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两个最近的两个就打对方，那个都不见哇，现在更好笑了，什么意思？这什么画面？我觉得这个事情这发展的越来越有趣了，怎么办啊？木木，再见！木木，再见了，木木，木木，被踢掉了，真的很酷。你们再多走一步就是我们的地方了。我觉得他像悲哭哎，他不应该乱讲话。都在那个隐藏房间那边。哎呦！哇！刚刚说他们在进电梯，都在电梯里了。录音的。祝你生日。又要过生日了。玩一局老三岁。太老了。太老了。独比抱歉。我看起来很好大了。吃饭睡觉打对，抱歉，再见彩铃。票人也是一个默契。对，那时候只看到木木留下木木，想说哎、欸，好像可以票哦。你二打一绝对不会输。木木刚刚已经追很紧了，好可怕哦。可会追了。然后晚上的时候，我想说那边安全，然后就旁边是一个哈基，我想说，刚哈基在这啊，然后你。刚刚哈基就是好人，然后我就是坏人，所以你现在在这里，西亚是坏人。什么东西？干嘛一直靠近我？因为你现在的动作就跟刚刚的我一样，你是坏人，他在追着我，在追着我。阿乔好人，阿乔好人，阿乔好人。为什么我听到附近有？你要不要也是要查，还是先查西亚？你晚上不要靠人家那么近，安全社交距离，你这样超可以啦，我这么安全，你超可。
垃圾是狼哈，哎呀，超奇怪，我白天真的可以漂你。两只狼人，两只狼人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照很多人。完全我要叫人哦，阿喵，我要叫人哦，阿喵，我要叫人哦。好好好好，哈基过去，哈基过去，哈基过去。去去去！哎，你还在哪里？好像没有走远，我也是拿刀。我这我这我这，我有忍者，我刚有忍者。哈基听说很坏。哈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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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厅，卢比只说自己是好人。二楼，感觉是多比，感觉是多比。好奇怪，那个阿喵也是，阿喵也是，阿喵也是狼。我想说，对，阿喵确定狼，阿喵确定狼。对，那难怪你不帮我票。幸好卢比特躲在这里。送你一个啦，送你一个啦。送送，麦当劳欢乐送。阿喵确定狼，阿喵确定狼。难怪一直在那边捉哎，我想说什么意思？我们怎么活下来的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活到现在的。那么你看我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那个电梯是那个，我是三花。等一下了，真的快了，你等一下。我刚刚，我刚刚也变猫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变什么猫。还可以那个第三人称看。没有，刚刚被紧急追杀。瑞比特，瑞比特，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在生命的那个机房里面。啊，机房，我们在机房，對對對，就是那个隐藏隧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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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里是死路。他们全部都在里面，他们都在全部都在里面。我有压力，是我们要出去了，我们要出去了，怎么了？还有谁很奇怪？还有杜比，你好啊，杜比，有预言家还在吗？我还在，我还在。怨灵是杰克，还安全？杰克查杜比，另一个预言家查别人吗？没有，杜比你可以随便打。杜比人呢？杜比人呢？啊，杜比查过了。杜比查。那丫丫或梦那个诺英，我不是，我都化成梦给你看了。我有枪，我有枪。等一下，刚地上那一只。瑞比特，瑞比特。嗯。然后下一晚了，下一晚了。你刚查谁？瑞比特。我刚刚查杜比，你查瑞比特。啊，对。所以看到面前不见。梦，爹爹，太神了，爹爹。太神了，谁呀？瑞比特，你介绍啊，这可是我们这个最强星星。哦、你走越远，我越能拉你哦。要去跳人类了。我拉了，我拉了，我拉了，我拉了。好，那麦块最近才开始特训哦，这个实力不得了、啊。底下，看起来在底下，在底下，在底下。站起来，腰要挺直。你就是平常都不站直，才会这样子腰酸背疼。在电梯，在电梯，在电梯，在最底下的电梯。然后不要道歉，腰杆挺直。我挺超直。在一楼的那个大厅。不要停到自己，自己出不去。你还想跑的话，我知道你想要干嘛，但自己出不去。啊，这边可以啊，哦，你要出去啊，这边可以有厕所啊，有厕所，你不去厕所？让你们观摩一下，我上厕所。好好好，观摩你上厕所哈，我们来。好色哦，上厕所的。这人的癖好我满头问号。我一开始就被查到，我能怎么办呢？对呀、啊，查一下那些新朋友嘛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瑞比特还想演啊，瑞比特。真的，我太难过了。我刚刚查哈记，只是因为刚刚有人说查了巧克力，那我说，那我查从最后面数过来的第一个呢。而且刚刚跟狼面对面，在的后面，哦、只能请西亚代替我送他了。你不要再告诉我这个，真的很可怕。好，瑞比特是狼，瑞比特是狼，他是狼，他是狼，他是狼，哈记是狼，穿装了。瑞比特，瑞比特是狼。你这个真的不能怪人家。我宁愿杀他，我宁愿杀他，我附录也没杀。呀，你都没了。啊，就讨是杜比，为什么？至少我满足了。哎，这里很难呢，这移动，我刚刚卡在这个缝吗？刚刚卡住，怎么那么多人不见？你从头被他追着，肯定要被刀啊！哎，梦娜小心！哎，那你是小配对的，我带一个弯弯，隐形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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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票起来放，隐形的，你要不说你是什么？弯弯，可是我们应该先去找西瓜吧。他可以交给预言家哦，也是啦，好啦，如果找不到，我们就票他嘛，票起来放，先票起来放，你要为自己争取，你要帮我们找到哈基，哦对，哈基跟瑞比特，我刚我是手
喂，你不是，你被我查证了。啊，你是一个蠢的。啊，对，我蠢，我蠢，好不好？没开蠢。找不到。拿了耳机。那我们就请先请愿你下班。不要耳机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好危险，好危险。不对，不对。你后面有一只狼，杰克，你后面有一只狼。啊，不是，是狗。狗也是狼，狗也是狼，送你一个。在那里是不是？哦，我击倒了，击倒了，麦当劳还送我？怎么今天这么多事情？你一只笨笨狼，笨笨狼，笨笨狼，玩了游戏哦。一只笨笨的狼，这只是谁啊？狼超疯的，真难玩。他既是真狼，他既是真狼。人类阵营哦，玩玩是人类阵营。啊，婉婉，你要讲一下，他有可能是雪狼啊。哦，对，雪狼查不出来。那有可能是瑞比特哦。还在，怨灵还在。那主播，刚刚那个地方好像只有你耶，除了我跟他，其他好像只有你。那个飘诺伊是墨狼了。不是，不是，墨狼是那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讲是怨灵哦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是，是瑞比特。瑞比特，你信我？瑞比特是狼啊。瑞比特是墨狼。还有怨灵哦。还有怨灵，你。我不是西亚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我第一天换成猫给夏陆地看的。可是不能，现在不能飘掉啊！现在不能飘掉啊！怎么了？不是啊，不是我，我会唱歌。他有唱过吗？我还没唱过，我等下可以唱给你听，你要听吗？他还没唱过，诺伊下来票他，诺伊下来票夏陆地，诺伊。我真的可以唱歌，我真的可以唱歌。不管，我们现在不能票票票票，谁还票诺伊？有人喊我，杰克是什么？我预言家，我预言家。那你查过谁？好，算了算了算了。我是西亚。一把千足。小姐，我们很抱歉。西亚说他守卫，我们真的是。你们要活下来。狼在哪？狼在哪？问一下。狼在那个什么东西啊？中间的那个。恐惧。我一开始有些人票西亚，但我信了他。没信了呢，诺伊。我信了他。不是啦，烦啊。恐龙那边有机会哦，我传过去。我就以为那个恐龙，还有恐龙那个人数，我传过去了。哎呦，确定你们确定怨灵死了吗？死了。有生天的人会传钱吗？我们两个都是冤家。巧克力是蠢的吧？啊，不要，卡住了。哎，我手长。你们两个，怎么又是你们两个啦？臭男人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超讨厌他们两个。不要这么讨厌！再你周围是跳楼，也是他们。陆地，对不起。对啊，哈基怎么又拉过去？我把哈基拉过去，然后就被刀掉了。带罪了，带掉了。对，我把他带过去，他就死掉了。为什么可以指定他一个人？没有啊，没有指定啊。最远，他是跟最远的，所以就是。带罪那么好用啊？就刚好而已，刚好就是纯粹运气。已经贴脸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贴脸了。